说它是目前世界上最豪华、最顶级的电动轿车，你服吗？花100多万买它，到底值不值？Hello， 大家好，我是 Roy。 那么今天我们的到店拍摄呢，是这辆既有话题又有热度的奔驰 EQS。 那么这两年的话，老牌车企都在加速自己的电气化进程，像沃尔沃、福特、丰田，他们都有自己非常明确的电气化时间表。那么发明汽车品牌的奔驰也是一样，他们推出了一款划时代的 S 级，就是我们眼前的奔驰 S 呢，其实来自于奔驰全新的纯电平台。那么从外观来看，我们很难跟 S 级有任何的联想。那但是如果我们说 S 级是豪华然后霸气稳重的，那么奔驰 EQS 就是绝对的年轻和充满科技豪华感。奔驰 EQS 呢，它的设计上是化繁为简的这么一个风格。那它的前格栅是采用了一个封闭式的这么一个设计，雷达和探头全部集成在里边。那我们也拿到了车钥匙。那解锁这个车辆，它的车灯会缓缓亮起，那么中间有一个灯带，官方叫做时空之环。那其实这个灯带我们可以理解为奔驰从一开始发明汽车到现在做全世界最豪华的纯电车这么一个时代的一个轮转。那么现在在想时空之环这个名字是不是显得特别有深意。我们再来看它的车灯啊，它的车灯当中的灯组有3道杠，这代表着奔驰的 S 级。那么其实全新上市的奔驰 S 级已经没有了这3道杠，但是 EQS 却把它继承了下来，那可以见得奔驰对这款产品寄予了重望。那我们来到车身的侧面，我们先来看车头的部分啊，这个部分的设计跟油车大家可以看到有很大的不同。那么这个是无缝隙的这么一个设计的理念，那奔驰其实就是要挑战大家对奔驰这样的一个豪华品牌固有的这么一个印象。但其实你也可以理解为奔驰在挑战它自己，去打造一款全新的纯电产品。那来到奔驰 EQS 的一个正的侧面，它车顶的弧度是一个弓形的这么一个设计，那其实它少了一些奔驰 S 的这么一个非常严肃的感觉。我们单看车尾的话，它甚至有点 GT 的味道。其实纯电车和油车它们在设计布局上是完全不同的，所以奔驰在设计上它也摒弃传统，那么这也造就了这台车的分组系数是目前世界上量产车最低的0.20的这么一个分组系数。那么它的这么一个考量一定是跟续航有关，那么关于续航我们后面再说。其实它 EQS 的整个的一个侧面呢，还有一个设计亮点，就是在这个侧面有这么一个凹槽的一个设计，大家知道是什么吗？那其实它就是一个雨刮水的一个加注口。可能德国的工程师觉得电车跟油车相比不需要经常的维修，所以他把雨刮水的这么一个加注口设计在这个部位。那么它的发动机舱怎么打开呢？你其实是不能自己打开的，你需要开到 4S 店来，有专业的技师帮你打开。整个侧面呢还有一个大的亮点，就是它的轮毂。那么这一台450加的豪华版呢，它的这么一个轮胎其实已经非常的好看了，它有这样 LOCO 的一个 LOGO 星辉的这么一个点阵。那么在580的版本上，其实你可以选配一个更加好看的类似于复古马车的这么一个轮毂。那么这个轮毂其实有点像飞机的这个涡轮涡扇，也就是说你买了450加的版本一样可以选配580版本上的那台轮毂。那么来到 EQS 的车尾呢，我们解锁车辆，它的尾灯贯穿式的尾灯会有一个非常漂亮的灯光秀。那么尾部最大的设计呢亮点，我觉得就是在这个掀背造型上。那么这样一个掀背设计呢，如果在 S 级上会觉得比较的违和，但是在 EQS 上那其实非常的完美。因为从侧面来看的话，这样一个掀背设计绝对是一个完美的选择。我们知道在超豪华品牌里呢，都有双拼设计这么一个元素，比如说劳斯莱斯、宾利，包括迈巴赫，其实奔驰 EQS 也有这样的设计。可以看出奔驰在打造 EQS 的时候呢，就是朝着一个全世界最豪华的纯电轿车方向去打造的。其实一坐进奔驰 EQS， 你会觉得非常的轻松，没有那些豪华车的那些过度的那些包装设计，还有一些复杂的按键。那但是你也有非常熟悉的地方，如果你是一个奔驰的车主，或者你曾经开过奔驰，你会发现这个环境里面还有你熟悉的元素，比如说车门上的这样一个电动的一个座椅调节，包括这一个非常有标志性的一个奔驰的一个出风口，还有就是非常经典的一个怀挡的设计。那么中央扶手箱这边呢，大家可以看到下面有一个镂空的设计，其实这个设计可以放一个女士的迷你挎包没有什么问题。那么在上面有两个杯架，然后里边有两个 Type-C 的接口，包括中央扶手箱的这样一个空间其实也蛮深的。奔驰 EQS 的车内呢最大的亮点就是这块屏幕。其实去年奔驰的新款的 S 级上市的时候，它的那块屏已经撑得起奔驰 S 级的豪华感了。那么 EQS 的这块屏
可以说完完全全又把奔驰的豪华科技感拔高了一个档次。可以看到整个的大连屏啊，把两个出风口都涵盖在了里边。那其实现在很多的造车新势力，它在造车的时候会刻意的想要把空调出风口一隐去，但奔驰 EQS 选择把这个出风口依旧保留在这里，这说明奔驰呢给到自己的消费者呢有一个足够的尊重，就是我的豪华不需要别人来解释。我们收回这块车机系统啊，其实它的运行的这么一个 CPU 是一块八核的处理器，24GB 的一个内存，我们可以看到它的运行相当的流畅。那虽然在功能性上它可能并不能跟一些造车新势力来比，有那么多繁杂的那些功能，因为哗众取宠的这么一些功能，但其实完全是符合了奔驰的这么一个调性。而且它的视觉设计上来看，给我的感觉就是非常的深邃。大家可以看到我坐在驾驶席其实并不能操作副驾驶的这块屏，那至于它怎么打开，我稍后告诉大家。进入后排呢，其实奔驰 EQS 的座椅坐的还是相当舒服的。那么空间来看的话，它的轴距跟奔驰 S 级是几乎一致的，那么也没有因为它的溜背造型啊，就是我的头部空间会有压迫感，也完全没有。那么在后排的功能性上，我们可以看到这边有两个 Type-C 的充电接口，那我们把中央扶手放下来，那这里还有一个手机无线充电的功能，非常的便利。那么坐在奔驰 EQS 的后排，你会不会觉得它有点素？那其实奔驰给到消费者是有蛮多的这个选配的空间，比如说后排的这两个娱乐的屏，包括580的版本，你的后排座椅还可以选择通风加热和按摩，还有你的座椅可以前后的调节，包括椅背还可以角度的调节，你想要怎样的第二排你自己选。我们进入副驾，这个屏幕上就会显示一个按钮，只要点开它屏幕就会开启。他们的娱乐功能就是实在太多了，就不一个个说了，反正只要坐在副驾，你只要安心的去刷剧就可以了。奔驰 EQS 呢有四个版本，三个单电机后驱版本和一个580的双电机四驱版本。单电机版本呢最大功率是245千瓦，最大扭矩是568牛米，6.4秒的百公里加速。而580双电机版的最大功率是380千瓦，最大扭矩是855牛米，4.4秒的百公里加速。买这个级别纯电车的人呢，可能并不会把续航里程放在第一位啊，但 EQS 的续航水平其实还是非常给力的。那 EQS 的450加先锋版的 CLTC 续航里程为849公里，那中配的 EQS 450加豪华版，也就是在我们眼前的这一款，和先行特别版为813公里，那顶配的 EQS 580呢就是为720公里，使用145千瓦直流快充，电池从10%充到80%也只需要37分钟。那听说未来呢奔驰的 EQS 还有 AMG 版本，所以我觉得买这台车的人相比于续航和充电，他们可能更感兴趣的是纯电和 AMG 的结合。那最后呢，我们来做一个总结。其实奔驰 EQS 的话题和热点就在于一个发明汽车的品牌再去造一台100多万的纯电车到底会怎么样。其实从外观来看，我们并不会跟奔驰 S 级有任何的联想，其实这个就成功了。包括外观可选的一个双拼车色，还有一个非常颜值高的这么一个轮毂，还有它的溜背造型，那这些都是无可挑剔的。内饰上其实有两大卖点，一个就是跟奔驰 S 级相当的这么一个空间，第二个就是一个它的一个非常高科技的一个大屏幕。那这个屏来说，对奔驰来说是一个非常大的改变。如果奔驰 S 级是希望消费者坐在后排来体验我们的车辆，来享受我们的车辆，那么奔驰的 EQS 就更多的希望消费者来坐在前排驾驶我们的车辆，或者坐在副驾驶来体验我们车辆的一个豪华感跟科技感。那么什么样的人会买这台车？我觉得可能是敢于对新能源车下手的有钱人，或者是奔驰 S 级的准客户。那么 OK， 这期节目就到这里，我们下期再见。